是你们的掌声告诉你们的肉应该是没有吃够，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们下次要准备多一点的那个肉，让你们补充一下那个鼓掌的能量。好，我们是那个东部青，那东部青呢是我们台东延平乡、海端乡两个乡不同部落的布农族的年轻人所组织的一个青年的年轻人的一个团体。然后呢，我想说在我们简单的那个我们乐手们跟哥在做准备的同时，我就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是因为布农族呢，他没有像阿美族年龄阶级，也没有像华安族、鲁凯族有青年会所，所以我们布农族的年轻人，我们就自己有一个想法说，那我们自己成立一个东部青好了，然后这样子我们可以把不同部落的年轻人可以召唤在一起，然后可以凝聚在一起，凝聚在一起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说话，我们就会开始分享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有越多的想法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很多行动。那这个行动包含，如果说我们要回家，我们要怎么回家？如果说我们回到家了，那个家要长什么样子？或是我们要成为那个家的主人，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我们要具备哪些条件？我们要学习哪些东西？所以我们年轻人就觉得，我们不能因为那个时代变迁或是文化已经流失很多，我们就放弃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想办法去透过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东部青是一个开始，就是像我们的背景张照片，就是把这个火重新升起来之后，那个班里重新给建造起来，这个石头让文化的这个大锅可以永远的给予我们滋养生命的力量。好，那我觉得我们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做个简单的，彼此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米胡米桑，伊那根暗海都帮助萨迪丹，伊斯坦达达古松岸，连加下伊新高难，鲁马海沙马西高达鲁纳斯，马丁马萨杜马姆乌尼浪，米胡米桑，我是萨迪丹克维。好，米胡米桑，哇，你们还在睡觉吗？米胡米桑，你那都安海都帮到阿里玛达西达焕，阿里玛，啊是我的天家乡呢是拜完马迪兰，巴达克拉家族的哈，所以我是一半布农族一半跑完族，对，好，然后呢我的部落在苏莱亚，就是祖先曾经来到那个部落的时候看到了很大的一个雀榕，就命名了这个部落叫做苏莱亚，也就是现在的苏莱部落南横公路的路口处，好，就是我的家。吴尼朗，谢谢。好，我们谢谢阿迪曼。大家好，我叫慧茹，然后我的族语名字叫做 Nun， 然后好，谢谢大家。好 ，Nun， 来吼，我的族语名字叫拉吊。我住在巴拉拜路野的地方，我是一个阿美族。好，我欢迎他。亚巴加巴亚巴布拉，阿古纳丹提萨古鲁拉马纳尼盖，马里马里马萨鲁。伊勒，欢迎他，萨古鲁。哦，你那米米桑，塞干杜布鲁酱，伊斯塔哈布，等一下马吉兰，鲁马一下甘纳酱。好，大家好，我叫郑平，来自橄榄酱的酱，是吗？对，橄榄酱的酱。好，我们东部青呢，刚刚有听到，就是我们不只就布农族，所有关心布农族的朋友都可以加，就如同大家，就是我们一起在这边一起分享。我不管你是什么族群，但是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如果大家有感动，或是大家愿意一起付出，我们就会始终会在一起。好，在一起，可以。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要表演的第一首歌叫做《遥想邻班的日子》。在民国五六零年代的时候，就是整个国民政府在实施那个邻班的一些政策，我们有大批大批的哥哥叔叔们到邻班里面去工作，然后砍树、种树、砍草，然后那个时候是算是我们从日本集团移住的集团移住迁到山下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回家，可是那个回家却是在一个很辛苦的一个情境底下，就是在那自己的土地上，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掌管我们自己的土地，所以
在那个情境底下呢，又加上工作的劳累啊，每天这样很辛苦的做这些劳力的工作，然后到了夜晚的时候，叙说寂寞，叙说对部落的想念，叙说对自己亲人，然后各个不同的一个哀愁的思绪，然后产生了很多不同时期的林班歌谣。所以这首歌《林班歌谣》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再去林班种树了，那我们借由这些歌曲，能够怀念以前在林班的日子，遥想林班的日子。掌声，谢谢。